煮啊炒菜啊那种啊。今天人家都点了，我还没搞一道门呢。这个是12块钱的分量哦。12块钱的分量啊。哦，好多。肯定好多啊，我们这里很满足的。你现在脱了，好的。你先啊。炒了还有两份河粉呢。有两份河粉。对，你先后面炒啊。放了。放辣椒下来了，没那么早，可以准备到了。工商银行收款10元。炒粉吗？这个是，
Thank you.
钱给他们。买多一点。放点放点辣椒是吗？
放多一点葱花吧。人家那种的，我没有条件。人家那种的，人家搞那个木桶啊，他拿那个木桶放来煎的，我这个就用电饭煲煮的。他那个木桶煎出来炒这个口感更好，还有点焦，有点焦，对，有点焦。